喂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认识我？嗯，你是谁？你不记得我们了？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呀？哎，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。你之前哭着喊着想把那里传授给我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不了我。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，总不会骗你了吧？ 现在，信了吗？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。莫非你真的是你的主人？喂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认识我？嗯。你是谁？你不记得我们了？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呀？我是谁？鬼门关绕了一圈。 自己都忘了是谁了，你是老子从河里捞出来，给你个臭娘们一寸红，陪冥魂的贵丈夫。我是你的朋友，好朋友。朋友？嗯，不可能。啊！ 怎么回事啊？我都没找你算账呢。切！找李莲花，伤不致命，但还需尽快医治。大魔头的人情，还真不好。 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，竟然醒了就把药喝了吧。你是谁？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心，你自己的字怎么认识了吧？你要找的呢是李莲花，我就是。你看看这外面。 你一定想问呢，你是谁？你叫阿飞，是百川院的卧底。百川院，卧底。嗯，说明白点。这百川院呢，乃是江湖行淘，专断江湖案件。最近呢，我在调查一些10年前的旧案，便让你潜入敌方做内应。谁知道呢，被人察觉，也遭了暗算，这也都怪我。那你为何说你是我的主人呢？ 哦，你曾是南海派的弃徒，被人抓去做了铁头奴。我花钱将你赎身，你很感激我一直要报答，但我并不是施恩图报之人，便给你指了一条明路，让你去百川院入职，行侠仗义除暴安良，顺便帮我查。行侠仗义除暴安良，我快死了，你曾想办法救，可为何有我的内力还未好转？ 因为我已经中了天下之毒，必死无疑。你之前哭着喊着想把那里传授给我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不了我。如今我已经是垂死之人，总不会骗你了吧？现在，信了吗？看来你真的对我很重要。莫非你真的是？你的主人。这两个字，好像从我嘴里吐不出来。没有关系。 也不太重要，这重要的是呢，你想留着性命，报答我的恩情。如果你现在走出去，很多人都想杀你，你不认得他们，他们却认得你。那我该害怕吗？单打独斗呢，你自然是不怕，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若死了的话，那我这个银子找谁去还呢？咱们俩来算算账，我赎你的时候花了1200的银子，让你去做内应，但是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查到，反而呢？ 被人收到了收尸铺，于是呢，我又花了10000两的银子从刘瞎子那儿给你买回来。如果你死了的话，那我这笔账找谁去还呢？你想怎么样？继续替我查案了，每查一个案子就算是1000两。你什么时候给我还完了，就可以走了呀？奇怪，你是要死之人。
应该想着我如何救你的命才是。有很多呢，比活着更重要的事情。你刚才说还有很多事情未清，你为什么会中毒？我为什么会遭人暗算？金渊盟到底是什么样的对手？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等你什么时候还清我的银子，就一切知晓了。来，成交。